菁嗆聲姐姐，爆公公喝補酒最後出現塑膠蛇。利菁发行 EP， 图一林娱乐提供，2018年2月27日。一林娱乐金五日举办春酒，天后利菁出席受访，谈到近日与老公许仙许玉人一起游欧洲，老公贴心为她准备发热衣，她自己却跑去买名牌羽绒外套。她因为许仙准备充足，在该牌没做任何消费，回来才知道该牌外套近日超夯，很惋惜没下手。讲到开心处的她还分享公公勤喝补酒，但最后却出现塑胶蛇。她近日推出单曲 Rejoin，大胆点名谢金燕神曲姐姐，坦然听好你，还透露自己创作歌曲阿姨要对尬。利菁虽然身为综艺天后，有自己的带状节目，但对于扮丑挨饿没在怕，她表示已经答应要去上饥饿游戏，我这个最喜欢玩真的。一旁参加过该节目的程宇乔、曾志熙纷纷分享自己的秘诀。利菁谈到近况，分享了公公的蛇药酒小故事。我公公去买了好大一桶蛇的药酒，喝到光，到最后蛇拿出来是塑胶的。刚说完现场一阵大笑，他补充说明喝得好光，还说这个好补，每天睡前都要喝一杯，真的好妙哦。利菁筹备 EP 超用心，图一林娱乐提供，20万01802.21。利菁还预告新歌 MV 金五日晚间7点上线，暌违2年半推出同名 EP， 先前预购成绩亮眼，同名 EP 收录3首单曲， MV 更砸下重金拍摄，看我看我出是韩国电音洗脑神曲， MV 拍摄特别找来歌唱节目超级偶像丽姐歌手福琼音、容中豪、李子森等人客串演出，依林模特群也大阵仗在 MV 中露脸，更有男模裸上身大胆挑逗利菁的戏码，令人看得脸红红。